面，侧面是个斜坡，给它砌了一个小花台，固定泥土，这样下雨的时候就不怕雨水流下来。做的是两层，上面一层栽花，下面一层栽一些多肉植物，给大家看一看效果吧。就这样等它慢慢生长吧。今天继续完成围墙的工作，围墙就砌个一米的高度左右，给它简单的粉刷了一下，就种上了自己喜欢的植物。这个花池的土都是回填回来的，先用砖块围了一个简单的花池，因为最终的效果还没有确定，只有先这样简单的弄一下，给大家看看围墙周围种植过后的效果吧。先把化粪池的顶板陷掉了，化粪池陷掉完过后就开始制作鱼池的围墙。鱼池设计的宽度在一米到两米之间，深度从40公分到一米五左右的深度。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最近继续更新，今天继续完成水池围墙的工作，在水池的一端做了一个四层的梯步，方便后期对鱼池进行清理和维护。给大家看一看这是砌完过后的全部效果，然后把山坡上的松土清理一下，可以用作回帖。今天先更新到这里，今天继续工作，先把山坡上掉下来的碎石土把鱼池边回填了，然后用假山石做鱼池的边线。假山石是第一期视频拉回来的，假山石用作鱼池的边轮廓线，后期长满青苔，效果比较逼真。这是完成后种植了一些绣球花过后的效果。这么先把花台砌好，把路边沿用砖块砌好，然后在公路的一侧做了一条水沟，方便后期排水，水沟一定要低于地面，这样后期水管跟线管可以隐藏在里面。最后把水池跟公路之间的花池重新种植了一下，这是改造完成后的效果。改天有空再硬化路面跟处理水沟，这期就这样。
墙体全部拆完，只保留了立柱。墙体拆完后，就跟老爸开始拆装玻璃。玻璃必须先跟分离，先要把边框固定好，因为是第一次安装，跟老爸安装起来也比较慢。几个框体之间找平后，就开始固定。
今天又到了周末，天还没有亮就叫醒家人回老家开始改造。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跟鱼池贴纸皮砖。自从有跟院墙贴纸皮砖的经验后，现在的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，再加上有小孩跟老婆的陪伴的加持，今天贴起来是异常的快。鱼池的墙壁贴完就开始贴地面，地面的平整度就要差了很多，特别是靠近山体这一面，很多地方都是凹凸不平的，等水泥浆收水后就要及时清理，时间长后清理起来就比较费劲。剩下的地面跟老爸两个人完成的，能够铺贴的地方我们都尽量铺贴。就这样铺贴鱼池的纸皮砖就用了两天的时间，希望最后鱼池不要漏水。
今天给这个房间装推拉窗，安装推拉窗之前先给底部垒砌一层红砖，就是因为垒砌了这层红砖，让我在安装推拉窗的时候直接翻车了。红砖砌完就开始做推拉窗的边框，我和老爸都是第一次做推拉窗，在切割材料的时候都是计算了又计算，第一次做心里面没有底。以前跟老爸改装安装的玻璃都是固定的，原来的计划是请人做，我在网上自己学习研究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可以尝试做一做。材料切割好后就拿出焊板来焊接边框的四个角，等焊板的温度起来后就开始第一次尝试着焊接边框。在焊接之前要放入对应的 U 型钢，第一次焊接还是比较吻合，连忙拿出固定器给它稳住，等它冷却。第一次的吻合焊接让我增加了信心，接下来的焊接就让我心里有了底。等焊点冷却后就开始固定边框，放入边框后发现底梁与边框距离比较大，拿出一根以前拍房子留下的方木作为填充，就这样开始固定推拉边框。因为心里面没有底，不知道算的这个边框尺寸对不对，和老爸排了一扇推拉窗放进去试一试，结果放不进去，当时手机没电了，没有让你们看出我的失落感，直到晚上才想出方法把推拉窗放进去，就是拆掉最开始垒砌的一层红砖，给屏幕面前的老铁展示一下密合度。可以看出三盏玻璃跟我计算的边框尺寸还是比较吻合的，就是在刚开始安装玻璃门的时候没有找对方法。说实话刚开始我都做好了失败的准备，在购买材料的时候就多买了一套门窗边框轨道的材料，想着自己先尝试做一个，如果失败因为玻璃地面还需要加装一层玻璃，为了钢架的稳定性，准备先给钢架加装几根斜撑。切割带斜角的工字钢我也是第一次尝试，研究和比划了很长时间，最终切割出来还是没有完全合缝。不得不承认，有的工作看起来比较简单，当自己亲身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问题。最后再把挑空阳台钢架室内连接端加焊检查一遍。今天把缺尺寸的钢化玻璃再回来了，把玻璃搬运上二楼进行玻璃地面的第二层安装。地面铺装用的是双层5+5的钢化夹胶玻璃，四层钢化玻璃的总厚度是2厘米，四层玻璃不用担心安全问题，钢化夹胶玻璃坏掉一层它也不会脱落。靠近院墙的钢架是搭建到围墙上的，玻璃安装完把护栏防风布进行了固定，开始表演不要工钱的打胶技术。
钢化玻璃四个角是比较脆弱的，我用防风木给它进行保护，这样也可以增加玻璃护栏底座的韧性。